Hola, cracks！ 欢迎收看阿多华教你课本上学不到的西班牙文。我是 Jesus， 今天我们要抱怨，抱怨什么？我们要抱怨就是我搭讪完全不成，就是不成功。我搭讪的技巧就是零分，女神完全不理我。那西班牙文的这个说法我们可以怎么表达呢？我们要说 No me como ni un rosco， No me como ni un rosco， 我这么说 No me como ni un rosco 怎么办？那你呢？ No te comes ni un rosco， o eres un crack。